姐妹的一员，她叫水水，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声音。然后她刚才跟我说，她很想那个上大号，我们可以给她看一下，怎么在很想上大号的时候唱歌。这样介绍可以吗？好，那你上来吧，我们聊一下天试试看。哦，对，他刚下班。我们来看他是在哪里工作，大家来猜猜看，你们觉得他在哪里工作？感觉这个包包头，然后这个衣服跟猜，快点猜。很短的袜子。如果知道的不要讲哦，不然就会很无聊。铁路局，刚有入铁路局。有人说铁路局。哦，卖票的。卖票的。有点接近。嗯。算是服务业的一种。到花莲两张全票吗？还是什么？站位吗？现在只剩站位。只剩趴位。好笑。趴位还有什么位？还有，a little bit 哈位。有一种哈位吗？是哈位吗？我这样是不是很不认真？我现在才在看我要唱什么。我想把这个话题讲完。我没有讲完的意思，你们想听哦。大家猜他是什么？哎，什么职业？还有人要不要猜？猜快猜看看！猜看看！快到了！然后他们就完全对我没有兴趣。不会啦，应该有吧？那我要开始脱。都是一对一对的，你根本都是一对，你看我靠两个人两个人。Oh my god！ 那你靠近我一点，靠近我一点。不行，我们会过敏。哎、对对对。他们对他们。好啦，快点讲讲话。哎、欸，因为我还在找歌，我真的是非常临时的被抓来要唱歌，所以。所以他现在在找歌。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嗯，好，还有人要猜吗？他是那个成品的员工，卖书的。那没有，他是卖文具的，文具类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现在是负责儿童书。哦，儿童书的，看得出来吗？看起来跟儿童很有缘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儿童。对，你就是很幼稚。好了啦，好。可以了吗？嗯，好哦，我就看到有什么我就弹什么。还是有人也是成名的员工。还是有人很会弹吉他。有吗？那个笑的感觉，不会吗？还是有人很会打鼓。好了。好了，你要在我这个位置吗？哦，是啊。好啊。我们下次可以来办一个比赛啊，就是看谁可以在计时五分钟之内就一直不断的对话，然后都不会觉得尴尬。你一定会赢。不会。你一定。不会输。你一定会赢。不会，我会很尴尬，我自己尴尬。好辛苦哦。也是不要，不要。对，我要一个可以放手机的地方。好，好想，好想跟黄医师说，可以不要把我录进去吗？我觉得我今天很少。其实你每天都。